中秋节就快到了，当然不能少了吃柚子，但就有网络传言说，柚子加上优酪乳还有香蕉一起吃的话就会中毒。因为水果里面多少都有一些单宁酸，那单宁酸这个成分的话可能就是会跟蛋白质可能形成就是不可溶性的一个蛋白质这样子，那就量一大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胃痛的状况。这两个都是水果类的部分，它可能并没有说不能一起。真的只是谣言，营养师表示，柚子、香蕉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优酪乳则富含蛋白质，一起吃容易刺激肠胃蠕动，肠胃弱的人吃下去可能会腹胀、腹泻等状况，但跟中毒一点关系也没有。其实每到中秋节，网络谣言推陈出新，还有这一个水果配海鲜会生中毒。如果真的要造成一些食物中毒的话，其实它的剂量是要非常大量的。那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在烤肉期间并不会吃到可能几十公斤的这个量，担心的话，其实就是记得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蔬菜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水分的摄取也很重要，可以降低一些身体的一些浓度。甚至还流传烤肉时靠炭火太近，隐形眼镜会被高温融化。眼科医师破解谣言，强调烤肉温度没那么容易达到隐形眼镜的熔点，即使有高温，人也会基于本能闭上眼睛保护自己。还有铝箔纸雾面朝外，食材较快熟也是错误说法，因为烧烤过程主要是靠导热而非辐射，亮雾面根本没有太大差别。营养师提醒，烤肉时要注意的重点还是均衡饮食健康。食材的搭配选择上会比较好，因为可能很常忽略就是要烤蔬菜，像小白笋啊、金针菇、香菇啊或青椒等等。生鲜食材尽量保存在低于7度，才不会滋生细菌。食材加热要超过70度，豆类务必烤到熟。酸性调味料，例如柠檬汁，尽量别沾铝箔纸，以免高温加热溶出有害物质。中秋团圆烤肉，千万别再乱听网络谣言。记者曹丹书的陈彩荣报道。